嘉义市林松东路甲卫生街街口，日前发生一件小阿车甲小客车侧撞的车祸，造成两车总共六个人轻伤送医。小阿车是旅行团的接驳车，车顶五名乘客是要去阿里山佚佗，旅游行程因为车祸而报销。该气象局表示，林松东路卫生路口日前发生一件小阿车甲小客车侧撞事故，小阿车失控弄到边啊店家，消防局马上出动救护车前往救护。救护车到场之后，发现小阿车为旅行团接驳车，事故造成两车总共六名伤者，其中杨生及廖生两名女性伤者躯体侧伤，很惨痛。救护人员清洗伤口后送医治疗，而其他四名伤者陆续送医。车祸原因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我到中间一半，他突然黄灯要左转，我来不及，来不及。他黄灯要抢黄灯左转，哦，所以他才会撞到我右左前方嘛，他就只能回转嘛。那车。车上面是有带人吗？五个乘客，五个乘客有没有受伤啊？三个稍微有问题，送医院。两门车，哎，照出来看。对啊，落来看，因为遐浪叫一声来，只骨一声。哦，都大声啦。啊，就是物件什么歹拢歹。那个招牌嘛，电视剧可能没得完，那差不多啊啦。根据了解，小阿车经过林松东路为直行车，车顶有五名乘客要前往阿里山旅游，而小客车甲小阿车反方向。小客车疑似开到路口时向向倒弯，造成直行的小阿车只是反应未符，直接侧撞。而小阿车又搁冲撞店家，好佳在店家内当时无人，无造成更大的事故。新闻调频界市采访报道。车顶的游客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。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。一次满足所有需求，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